这有一天啊，有一天呢、啊，时间差不多快到了。有一天呢、啊，他就在他们那个附近的市场要去买东西，经过几个地点嘛、啊，卖猪肉的摊子啊，这他亲口说的啊，卖猪肉的摊子，啊，迄套炸吼，人迄猪肉行动安尼，台好烧烧安尼，温温啊。温暗时皮在遐就开始要切啦呢，伊就看一个猪头先站起来啊，站起来猪头都挂咧狗啊呀，剃狗啊呀，啊这猪的胸口都趴在遐，哎都惊到遐过去，他看到一条人的头挂在遐，是人不是猪，就是一个男人是吧？所以一个老男人的猪头的头挂在那里，一看这种啊硬气。佮目睭闪过来，佮看到迄个人拄趴在遐，是一个人，毋是一只猪。面都白顺顺，等于因家三工了后食菜咯。伊家己讲的。有的人就这样啊，你是吃涮羊肉啊？涮羊肉还是涮羊肉哈？好好，那不是煮啊煮啊煮啊，那个羊啊。那个锅跑出一条神事来，怎么说？众生在轮回的过程里面，不是每个人身体很好抽拔，很好抽拔。有的那小腾腾神事都还没离体呀，像咱人死的时阵，快两分十二点钟嘛，对不对？就说他过了几天之后再给他埋葬，因为他神事离体如龟。龟在脱壳嘛，很痛苦的。但是咱今嘛拢探亲呀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面当然有我们自以为的自以为啦，我们自以为的啦。啊，不是说动物都很乐意给我们吃，固然它有业报，固然它有业报。那所以佛教在讲啊，各个地区有它的方便。如果你可以的话，你因缘环境里面还没有办法全素吃素的话，那至少要三净肉、五净肉、七净肉，至少要这样。那这里面有好多每个人可能从食物这个角度里面重新去思考、建构起来的政治正见。